你干嘛？我就是觉得甄小姐裙子挺好看的。小赵总对女装也感兴趣啊？那不是，只是觉得自己眼光很好，裙子跟你很搭。这裙子你送的？不然呢？你连谁送的都不知道就敢穿出来啊？我要知道是你送的，我一定不会穿。赵远凤，你别太过分。你不是不喜欢我送的裙子吗？那我踩一踩又怎么样呢？这是公共场合，你不尴尬吗？不尴尬，尴尬也是咱俩一起尴尬嘛。我又不是艺人，我有什么好尴尬的啊？赵总，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你送我礼服。没事。疯了你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啊！市长，这不是真念吗？真的是。